前天我一觉起来，还有一天就要上班。昨天我一觉起来，还有三天上班。今天我一觉起来，居然变成还有九天上班了，真是太刺激，太疯狂了。这次冠状新型病毒十分厉害，传染性很强，大家伙在家一定要多多注意。首先，你们在这时候居然敢聚集起来打麻将，不要病了。首先，人要尽量不要接触，然后，你们几个把口罩戴上，不知道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吗？大家要减少出门，尽量不要出门，一起坐月子。凭什么要我们坐月子？病毒这么猛，不坐月子行吗？这不是交往过正，这是从根源上控制病毒的传播，没有什么可讲，必须全民配合。我们少在外面招摇，就减轻前方医生和战士的压力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卫生，保持室内通风。发现咳嗽、发烧、四肢无力的人，包括自己，一定要主动向相关部门汇报，及时救治。让我们一起配合国家，珍爱生命。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